那呀你不呀爱那些路呀路嘛路呀嘛爱那些路啊那我一定有路啊呀啥事啦？不要再，不要再，哎呀，还忘记他呢？哎呀，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哎呀！彼此还在在。记不得我的脸忘了你想起你的面孔哦忘不了就是你那可爱的笑容想要你却忘不了我想要你茫茫的痛忘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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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还在梦里小宝可饱啊！把心删了，我还是永远的 I love you。哎呀，哈哈哈哈哈！改变哪样子了？那改变。寂寞的我，是多么的痛苦。阿福是怎么的大哦？哎呀，哎呀喂呀！我的爱人，请你告诉我，这是我在变丑。大，那就大了，我就大变了。当鼓手的当得很烂了，你看。我就大变了。原谅我把心伤了，请把爱情放在后头。我想说你是唱英文的，印尼的，马的吗？说不说印尼的，估计呢？就是印尼的女孩子吗？哎，好用，好用。马的马的啊，是印尼的。够了。哎，我那个古拉，哦，对，古拉，哦，他很会生，砰吧，砰吧，砰吧，吧吧，砰吧吧吧吧吧吧吧，哎，这绕鼓手，哎，印尼最绕鼓手，好了，喝了，还是要喝吧，嗯。你走了，叫我怎么办？我心疼，心疼，不要走。我为你伤心到流泪，我为你伤心到流泪。不要离开我，不要抛弃我，你走了家，我怎么办我？亲人，亲人，请不要走，你走了家，我怎么活？你走了叫我怎么活？这
你走了走了我怎么办哦哦收到了你知道你到底是为了谁曾经那个梦想已经的一张口他们才一年结婚了啦还有那那可爱的好妹妹我的父母要上几次的厕所Quiero como tú, quiero más que quiero uno dos, cada quiero un amigo. 你们看的给我，世界的尽头呀、啊！你要懂得世界的尽头，走到世界最后尽头。我终于知道没有错，错到这最后，我才知道为的输，怎么会有一次？哥哥，你看到他在唱歌，我在弹吉他的时候不一样，他的歌声也是像哦，可是我马上抓到他的歌。我也不是歌手，我也不是什么啦，我不管啦，我喜欢就是唱歌，我喜欢喝酒就唱歌，唱喝酒一半就唱歌，因为他我喝酒一半就开始要唱歌，不要开玩笑这样，会闹，哎呦，爱唱歌，很最早的就在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最早就是爱讲话，不要开玩笑，哎，他又爱闹。他清醒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清醒他不是这样哦，他会开开玩笑这样，就是爱玩，但是很好啦，而且是南极钟表表。我叫郑德华，郑德爱心厨房。任何爱心厨房，我们做中餐，我在洗衣服，好，我在洗衣服，我在洗衣服，像下雨哈。量有限，哦，所以你喝冰糖拿了一些，多少一点？两杯，哎，三杯冰糖喝。爱心厨房的那个给的食品哈，礼拜六中午的，平时礼拜五下午，饼干、饼干、饮料、面包、素食泡面、面包、解饮三个鸡蛋，然后这个是酵素，这是快餐。证照吗？你有那个？你有其他的证照吗？什么事情？对呀、啊，我是说天主堂，虽然是大家信仰的地方，可是你为什么可以长期住在这里呢？而且是住在为什么？你这样住在那边很危险，你知道吗？跟你什么关系？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知道天主堂。这个地方是虽然包容 很多世界各国的人，可是我想要告诉你，你不要长期住在那个凉亭底下，很危险的、啊。万一哪一天你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是神要负责的事情。那开放空间怎么了吗？不是开放空间来讲，你现在要讲什么？如果说你认为是开放空间，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在这里居住，在这里放肆的话，我说实在话。你不要看神父那么好欺负，报警嘛，来我们上法院，报警上法院嘛，他可以来，好了没有？我们承认。